你是不是欠了我什么？不在于粉丝量，只看能力。对呀对呀，谁不是从小透明过来的呢？你试试，反正就是一首预热曲，回馈给粉丝的礼物，别太有压力了。好，我试试。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歌手，能合作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哎呀，这样的阵容也就只有《声声慢》敢提出来，也就只有枪青子有这么大的面子，能请到这么多人。大家好久没合作了嘛，偶尔能够凑齐一次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外公，怎么也不看春晚呢？微博上都看完了。这大过年的也不说陪老人聊聊天儿。哎呀，和几个朋友聊天，聊鹿哥的事儿。爸，您在这儿呢。生生，他们快走了，下去打个招呼。对，送一下，送一下。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先离开一会儿。哎，生生慢怎么下线了？除夕嘛，总要和家里人一起过的。孟老师，我也算你家里人呗。哎呀，多不好意思，还挺暖心的。我整个年夜饭，你再来一把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今天回去。哎，你就穿这件，你也不怕冷？今年好吧，穿件衣服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哎，又今年了，衣服姨妈啊，你们别送了，天又冷，外公一个人在家。没事，再走走，来来来来。啊，不，这样，你和深深的先回去，我全权代表，我来送。啊，好吧，那就改日再来玩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好嘞，再来呀！好，三哥，拜拜，送我，赶紧回吧。哎，你这干嘛呢？啊，这一晚上你心神不宁的。我刚刚下线太着急，没跟他们说清楚，怕他们误会。误会什么呀？这都快12点了，该睡的都睡了。妈，我先走了，他们睡得晚。哎呦，你千万别下线，千万别下线。强老师，我在。大过年的，来个小节目什么的呗。好啊。哎，生生回来了，那我们去公共房间吧。好。万古摧杀。寻遍万里山河，花海千山我踏过，回身繁华雨落，谁人听羌笛声萧索。杯中酒香颠簸，浇不灭连天的烽火。笑我百战功成，难敌这黄土一抔。云和月伴我，策马有负淡漠，梨花枪挑拨，名利要什么如果，爱恨逃不过，飞沙之下万古渺漠。天涯我今生几如修罗，成败重要一抹，扬眉扫尽心中火。
不枉我年少偏爱颠簸，白着人间寂寞，一世无双谁能躲，万古山川如昨，梦中有谁来过，这一生铁衣斑驳，几曾被传说隐没。十城战火，万古摧杀，山河故土无人葬，关山飞雪，路程无烟，山回路转，人不归。我可以金盆洗嗓吗？这是干脆别叫枪青瓷了，直接倾国倾城算了。哇，真的兄弟们，你们真的应该听现场版，太顶了。差不多了，先这样吧。太残忍了，哪有唱歌唱一半的，你这样令人发指啊。枪青瓷什么性格你们还不了解他吗？要不然我给你们唱一段儿歌吧，好吧。你滚，今天晚上多少金嗓子在这儿，你给我退下。就是我还没开口呢，我还没张嘴呢。得得得，我闭麦行了吧。那个什么蒋老师，最后有什么节目或者想跟粉丝说的话吗？新年寄语，马上就要凌晨倒计时了。啊，我想想。我想说的是，不要因为迷恋声音太投入喜欢一个人，你永远不知道网络的另一端，这个声音的所有者是什么人，对吗？枪青瓷的意思呢，是让大家喜欢声音就好，理性喜欢，理性喜欢，千万不要被声音欺骗感情哦。小朋友旁边，过年了。那个半个瓷花，来，完美配音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！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大家新年快乐！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尤其是我需要离开了。老师快去吧，方便加个微信吗？这是我的，抱歉，我先走了。枪青瓷老师，我是声声慢。我知道是你。说什么好呢？什么？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枪老师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是不是太官方了？没什么事情，我记得你还欠我首歌。那现在要听吗？
在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现在太晚了，明天吧。他应该在忙吧。说了这么多话，想起来好久没给你讲菜谱了。黑椒生炒小排，味道很不错。这个小排是牛仔排骨。把牛仔骨去骨，放黑胡椒碎、黑胡椒汁、黄酒，然后放油往锅边炒，一直炒到肉变色，再放香葱、冬笋、彩椒段，再往锅边炒熟，就可以出锅了。黑椒的东西烧烤味浓郁，很不错。如果不想做牛仔排，也可以是牛柳，不过还是牛仔排的肉比较合适。好了，很晚了，早点睡吧，晚安。晚安，江青子老师。我说这厨房灯怎么没关呢？你干嘛呢？我饿了，弄点麦片吃。妈，你怎么还不睡？我都躺下了，想起这厨房。那一会儿吃完了，别忘了把灯关上啊。怎么办？真的好开心呢。怎么突然这么多评论？回家过年了，早开门，早吃好吃的啊！我妈特意给你包的鲜肉粽子，来！哎，你们怎么全来了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粽子，哎，别着急，我怕我惊喜给你。什么惊喜啊？换衣服，跟我们走，到了就知道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你先去换，去了就知道了。拐个弯就到了。你看，
就是那栋黄房子，闹中取静，漂亮吧？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就这儿。社长不让我告诉你，说就是想给你个惊喜的。这里还有一个水台，哇哇，还有一个厨房。哎，那个是什么呀？哇、哦，好可爱啊！前租客是个开少儿美术班的，我觉得挺可爱的，就留下来了。双房，嗯，非常。要不咱们合奏一曲，验个货。嗯，好，来吧。声声有绯闻啦、啊。嗯，啊，那位全天下都知道的那位，完美配音的那位。哎，只是因为我的舍友跟完美配音有合作，然后我刚好呢又是音乐策划，所以才认识的。好了，你认识谁不认识谁，我们还能不知道吗？嗯，就是刚听说的时候，大家都吓了一跳。
是啊，网上都说你抱大腿，借着十周年庆勾搭枪金词，看得气死我。就是啊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嫉妒恨，那说话都可难听了。好了啊，大过年的，不要被网上的话气的。嗯，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大家误会那么深，肯定会影响他，是不是要和他沟通一下？我想和您说一件事。该怎么开场呢？说我虽然是你的铁粉，但绝对没有非分之想，这个太直接了。嗯，要不然就暗示两句，周年庆这是公事公办，不要多想。好像也不对。嗯，只有一秒，一秒能说三个字两个字？嗯，您刚才在睡觉吗？嗯。又是一秒。现在睡醒了吗？那我可以说事情了吗？忘记我要说什么事了，您继续睡吧。没关系，那就随便聊聊。喂，喂，枪老师，您没在忙吗？嗯，在休息。您休息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睡觉，或者去录音棚。我要有这么努力，早拿全奖了。他怎么不说话？
今天您也去录音棚吗？嗯。也是游戏配音。嗯。嗯，那那个，您已经三年没有参加完美配音的周年庆了，今年怎么会参加？今年刚好十年庆吧，完美十周年，我逃不开的。嗯，你的聊天很像是访谈啊。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枪老师喜欢聊什么。我不在网上很久了，你可以当作是现实认识的朋友，随便想聊什么都可以。那枪老师吃饭了吗？对，其实我这个问题也挺无聊的。还好，主要是不熟，熟了就好了。嗯。哦，我想起来我刚刚要跟您说什么了。不容易啊，说吧。没关系，你说吧。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您帮我争取到了合作翻唱的机会，网上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传言。其实我一开始我的想法真的很简单，能和这些老师合作，应该是每一个小透明的追求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些事会对您有不好的影响。嗯。比如，比如掉粉，比如很多八卦。嗯，他这么淡定，似乎不太在乎。嗯，请进。请签个字。有人找我。上的语言让你不开心了，关上电脑，它就什么都不是。作为一名配音演员，最值得在意的就是作品，除了作品，别人说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。盛盛，你是不是欠了我什么？对啊，我欠了一首歌。没忘，姜老师，您想听什么呀？我听绝美说你会乐器。会一些，小时候学过钢琴，后来因为自己喜欢古风的曲子，就自学了古筝还有笛子。姜老师想听我边弹边唱吗？如果你方便的话。好，那枪老师，您让我准备一下。不着急，我要先回录音棚。
吃个饭摔摔打打。哎，吃你个火锅真不容易，你看知不知道？不吃走。哎，孟老师回来了。哎，哎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过来给我评评理来。这俩小子，我刚下飞机就让我在这买菜，他俩呢就出两张嘴，什么都不干，话还多在这儿。你看，这大过年的，你们配音组找我们声部给你们录歌，摆一桌不是应该的吗？啊，我这提前回来还不值得你请顿火锅啊？那都是冲孟老师，你以为冲你？就是，提前回来家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说提前回来相亲，这理由找的可真行。这理由怎么了？这理由非常好。你看，尤其对于一个大龄适婚男青年来说。哎，去，坐着一块吃啊。坐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先吃着啊。啊？被你俩气走吧。不吃了？你们先吃着。哎，我觉得莫老师有问题。这还用说吗？用你这抬头纹都能看出来。我滚蛋！我哪有抬头纹？回去。这回穆老师啊，千年铁树可是要开花了。哎呀，这次的怎一个情字了得？来来来来，兄弟们，干一杯！喝好了啊，喝好了。哎，小心眼，你不开盖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不想喝好呗？有点不真诚了。你。我也好了，那你进房间吧。哦，房间号是……我来了。上一次来过，还记得房间号？那我给你一个管理员权限吧。好，谢谢。你想要听什么呀？你习惯什么，就什么好了。那我唱我考社团的歌吧，那首歌就是自弹自唱的，谱子我还记得。你的声音很好听，很适合清唱。那我开始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来一次。没关系，前奏很好听。策划真有才哈！嗯，是啊，
随便哼唱都这么好听。这纯天然去雕饰，果然是羌青瓷喜欢的声音啊。那个羌青瓷老师是什么老师？打扰二位约会，小生实在是惶恐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是豆豆豆给要上来的。是匪少叫我来的。哎，王子和我来的啊。我跟绝美在吃火锅。我跟耿小庆在聊天呢。我也是无意进来的。珊珊，这羌老师可自私了，就顾着自己听，不断的把我们踢出来，踢出来，我们都听得断断续续的，没有听全。就是，简直是拉锯战，不停踢，我们不停进，我们不就想围观一下他是怎么？其实是我生生打了个赌，他输了，所以要给我唱几首歌。有吗？不过，这似乎是最合理的结果了。打赌这种事儿怎么能少了我呢？我现在可是你的铁粉。你就算了吧啊！这玲珑剔透每次出新歌呀，都得让咱们羌老师试听。咱们完美的羌老师还缺歌听吗？原来玲珑剔透一直在追相亲词、啊。玲珑剔透是御姐音，那羌老师肯定就是不好这口，要不然这么多年要好早好上了。你全指嗯，估计是。呀，咱们羌老师出来喽！来了，那个肉吃完了，我就给拿一会儿去。啊，吃青菜就行。哦，冰箱里有个虾。啊，行，我拿去。哎，先调料吧。来，香菜，香菜，香菜葱。好嘞。虾来喽，给那边喝的。那欢迎加入火锅局。王可啊，最近禽流感啊。王老师，别吓我。哎，你们过分了，这还有三个女人没吃饭呢。哎呀，豆豆姐，莫老师饿的时候可是很可怕的。我建议等他吃完了再说。好吧。微博。看微博。微博怎么了？这能让豆豆如此激动了？除了八卦还是八卦。快快快快！珊珊，微博，快看微博。如果大本命羌青瓷跟转发并自曝最爱谁的声音，我愿意此微博下留言的每个人都寄一盒好吃巧克力。破费了。哇，竟然要破产了。那必破产。我说你这么一转吧，那收视板一下就火了。啊，你赶紧去替一下你表哥，他相亲要迟到了。我和你爸吃完饭就去超市替你回来吃饭哈。哦，好。生生，掉线了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先走了，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哎呀，完了，该不会被吓到了吧？把人吓跑了，你看。路上快点哈，你哥着急呢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刚到的小姑娘，环境不太熟，你照顾着点。知道。这有什么呀？真心没什么，网络上这种玩笑很常见的。更何况他只是说喜欢声音，哎呀，没什么没什么。不过人家这么诚意推荐，还是要表达一些感谢的，毕竟他发一条推荐博，胜过我翻唱很多首歌呢。谢谢，谢谢老师推荐。谁给你发的呀？哎，谁呀？不客气，我现在正在吃饭，不方便打字，要不我们语音？
好。所以说，你是不是又欠了我几首歌？如果老师没有听烦的话，随时找我。你现在应该是在外面。嗯，对，我准备骑车。好，那先不说了，注意安全。好，再见。我现在是越来越好奇了，这生生慢长啥样啊？哎，娟妹，见过没？老不给机会啊！哎，哎，孟老师，你以前在微博上不是从来都不跟外人互动的吗？他声音不错，推荐一下。啊，确实不错。啊，懂懂，惜才嘛，我们相信你。凭啥爱你啊？我好像爱你不是、啊？对，都忘了。来，下下下。哎呦，我的好妹妹，你要再来晚点，我就要被兄弟们骂死了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是相亲的，帮站吧。拜拜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顾生，你叫我生生就好。啊，我知道顾家的表妹嘛，我叫董一如，我今天是第一天来这上班，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，请多担待哈。啊，没有，挺好的。啊，那我先去忙。哦，好，辛苦您。哎，没有，应该的。你看微博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都要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本命20分钟前在微博爆出来他最喜欢的声音了。